身材啦，二大家都好運勢神來啊！準備好未啊，四位主禮啊，咁啊！恭喜發財係咪啊？嗱，
啦，不如我做三聲，你哋一齊咧，我攞本恭喜發財，上邊同我哋所有嘅商户同埋所有嘅街坊好人擺大年，好嘛？好嘛？嗱，記住，千祈唔好講前講後，好嘛？因為咧，通常喺呢個環節咧，我知大家都好想接過我哋支持佢哋幫助，但係通常喺呢個環節咧，有時咧有老人家有小朋友佢有啲推撞咧，咁咧就會撞親大家嘅。所以千祈唔好拱前拱後，如果唔係我自己真就得不償失啦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企翻你原個位置，支持會拋到好遠嘅嚇，前後左右咧都會觀察到你哋啊。或者可以行慢些少，慢些少，OK 好，嗱，準備好未啊？準備記得我第一句要講嘅嘢啊，同講啲乜嘢啊？恭喜發財，嗱，數出大家大聲啲，我會恭喜發財啦嚇，好嘛？準備好未？好，講就行。就要大聲啲咯嚇，你諗下，嗱財運就固然重要啦，係咪啊？最重要仲係乜嘢嘢啊？冇錯啦，就係身體健康嚇。我哋有財都要我哋一個好強健嘅睇法迎接我嘅財富，係咪啊？咁啊，我哋數三聲，呢次一齊講句身體健康咯喎嚇。因為你哋冇一聲啊，所以你接唔到啊，拋唔聽唔到，獅子拋聽唔到你聲啊，所以拋唔到去你個方向啊。想我都要大聲啲咯喎嚇！準備好未，獅子？俾個眼醒我睇睇啊！眨一眨眼啊 ！OK， 準備好啦！一、二、三，身體健康。好，嚟到喎。有問題啊！我想問下大家，今年係咩年啊？龍年有咩祝願嘅語句㗎？龍馬精神係咪？希望個街坊都龍馬精神，身體健康㗎嚇。咁我啦，數三聲，我哋大聲講句今年嘅我哋嘅生肖啊，甲辰年嘅龍年，個個都龍馬精神好唔好啊？嚟到嚇，大聲啲，邊個攞唔到，邊個仲未攞到，舉舉手先。啊，呢度，獅子見面到邊個未攞到啊？拋遠啲啊，希望你哋大家都係拋到你手上面㗎嚇。好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就嚟到一、二、三。少少，所以連接唔到啦。好，左轉，嗱左轉啦，大聲啲啦，想我都大聲啲咯喎嚇。我又有問題問下大家啦嚇，有咩祝願説話？呢個祝願説話好好嘅，包含曬所有嘢嘅乜嘢嘢啊？祝願嘅説話。萬事如意，心想事成。冇錯，萬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係啦。咁我哋嚟到，你攞到分咗未啊？未攞到好嗱，俾個我。小朋友都係嚇，學業進步，聰明伶俐，都長大，好唔好啊？嚟到啊嚇！好，準備好未？俾啲時間兩隻好百厭嘅獅子準備一下先嚇。OK。因為咧預備多啲殺出去啊，所以咧佢就預料時間啊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真係可以幸運地攞到我哋俾你嘅福氣，攞到你福氣包庇啊！
啊，迎春接福，大家都希望啊，福到就入門，希望大家都幸運地接過我哋獅子俾你哋福袋，攞翻個耳花俾好唔好？好，準備啦，準備就嚟啦嚇，準備。系啦，心想事成，你啦嘛，先准备好未？准备好啦，一、二、三，心想事成。好，多谢晒。你乜得？嗱，攞到我哋福袋，固然开心啦，攞唔到唔紧要噶，大家可以摸摸狮头啊，羽绒运当头啊。哎呀，阅读一直问啊，小朋友记得摸摸条脷啊，阅读先聪明又伶俐啊。女士们记得摸摸条脷，与青春又貌美啊。如果由頭摸到落尾，與年就旺多年尾。身体健康，红运当头噶，有利是就放低头啊，攞翻个好意头啊！